屏幕。演艺事业上攀登，并未让他忘记初心。汗水见证了成长，他在不同的角色轮换间不断对演技进行着打磨，华丽蜕变，不负众望。第十届文荣奖十佳青年演员程潇。有请颁奖嘉宾，柠檬影业创始人、董事长苏晓，第六届文荣奖最佳剧集导演、著名导演陈嘉林，第六届文荣奖最佳剧集编剧、著名导演郭靖宇，第九届文荣奖最佳剧集导演、著名导演杨磊，著名演员郝平。让我们掌声欢迎各位获奖者，欢迎我们的颁奖嘉宾。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者颁奖。一起合影留念。掌声送他们。好，请各位颁奖嘉宾就坐。现在有请我们的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程潇，然后很开心来到文荣奖获得十佳青年演员的称号。以后也会有更多好的作品，然后会继续努力的。然后最近正在热播的《大梦归里》也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还有正在横店拍摄的《云香传之将进酒》也请大家多多关注，谢谢。祝贺您，请继续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的佳作给我们留下更好的印象，能够有更大的发展，祝贺你们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揭晓的是五位十佳青年演员的男演员奖获得者，有请。